我们天堂的爸爸，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你面前，啊，看你的话语，然后与你的儿女一同在一起，聚在一起，是多么大的荣幸，啊，给我们喜乐的心，啊，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机会，也能够啊，耳朵打开，心里打开，把我们身上忧虑的事情拿走，把它放在你身上，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在你身上，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我们这是我们游览旧约已经是第22次了，旧约很长，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看所罗门这个人。那我们先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旧约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谈法的哈？我们现在注重看创世纪到列王纪上下这一个故事，这故事已经看了蛮久了，看了20多次了。我们把他的这个大纲从创世纪1章到11章，我几乎提醒大家，这是世界问题的来源，这是神把地球创造出来交给人让他们治理，然后人反叛造出了各样的问题，这是到创世纪1章到11章。然后呢，从12章开始，神的反应，他拣选了亚伯罕，叫他们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要显出神的性格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嘿，这个不错，我们想参与，这是神的反应。然后呢，以色列的国家从他的祖宗开始，到出埃及记被从埃及的奴隶制度解救出来，然后呢，第三部分是国度的宪法，这些律法实践谈神是谁，这个人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在第四段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他们进入这个国度，这个迦南地，这是神拣选的给他们的地。然后我们谈到士师记，国民的失败，其实人民呢，他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性格来，他们反叛又反叛又反叛，他们没有办法对神中保持忠心。因此我们3个星期前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国王的这些书籍，撒母耳记上下与列王记上下，他谈的是如果人民不行的话，需要有王，需要有一个领袖能够带着这人民，让他们保持忠心，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说大卫是一个忠心的王，他神跟他立约说，我要立你一个家，让你有个朝代，然后呢，你变成我看到我永远的一个王。上星期我们看到这个王的失败，大卫他虽然是等于说是一个爱神的王，他的失败，一个小错变成大错，然后他的整个家庭的破裂。今天我们要看。继续看下去这个国王失败的这个故事，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的生命我们来看，然后我们休息2个星期，再回去的时候我们要看整把看到列王记下的结尾，我们就会把整个这个基要历史看完。然后之后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整个这个故事的方向，它的情节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需要好讨论一下。之后可能那我们可以进入别的书籍，先知书籍与其他的书籍。好，那我们现在等于书籍快看完了哈，到结果了，人民不行，人民没有办法跟神守约，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给他们的任务，叫解决世界的问题，他们自己变成问题，因此神要给他们一个王，让这个王来帮他们解决人的问题，王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来可以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如果这个王出问题怎么办？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一个每一次神给他派来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己变成一个问题，对不对？这是旧约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看的是大卫的王的儿子所罗门，他是也算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王。我们今天看的是列王记上1章到11章，那我们没有办法看全部，我们会跳一下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十一章，这是所罗门的生平的里头，在这十一章的故事哈，这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先知选王的故事。我们记得我上星期有提到说，王的失败，先知的升起，先知是指责王的人，他跟王做对立的。如果王开始失败，先知开始来提醒他们，你做的错了。大卫王快死了。先知参手来选下面那个王，他们选的是所罗门。你们有机会看这个故事，是一个我们说，其实我们
在国内国中国历史中间，也有皇帝要死的时候，下面的上儿子在那边争吵，要争论，对不对？怎么样是谁能够接替这个皇帝？这种故事也是有的。你们用这个眼光来看，那个《列王纪》上的第一章、第二章，你们看到还可以看到说，他们在那边对那边谁要当王的问题，你们来解讨论。然后开始看到的是神要帮那个这所罗门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先看到一下这个，等于说这个当王的一些基本矛盾哈。这时候所罗门已经王已经王位已经开始已经立好立好了，这是已经之后第二章已经立好了。大卫已经决定要把那个王位交给所罗门，他就开始跟他说话了。这是你的老爸爸快死了，要把这个当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交给他孩子，人家临走前给他吩咐好，对不对？好，这是他怎么说的哈？因此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当坚强做大丈夫，对，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很好，对不对？教得很好，遵行他的道。你说我跟神的关系，你要保持他的关系，按摩西律法所写的。”摩西律法我们看过的地方，十诫他抄的东西全照他写的，坚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样耶和华必坚立他所说关我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就说神跟我说，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子孙都守我的律法的话，那我的这个王朝就坚定传下去，对不对？我是大卫的王朝传下去。好，那这个王朝呢，就是一个带人民走神的路的这个王朝，对不对？你看，了解没有？这个王每个王需要对神忠诚，这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只剩下王了，没有别人，对不对？好，这是一到四节，读起来不错哈。开始第五节开始看。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因为他把当王的现实、政治现实与宗教方面的，我们说是听起来好像 spiritual 非常灵化的话语，把它拉在一起，对不对？前面一到四节怎么样啊？守神的话，对不对？诚诚实实在我面前，不断有人坐在那边，对不对？你一心一意的，你要守他的诫命、典章、法度。第五章啊，你要知道，西鲁雅的儿子约甲。记不记得我上次谈的约甲那个将军？你们记得上次那个将军约甲？这个家伙对我所行的，记不记得约甲抓他的把柄？约雅抓他的把柄，记不记得？约雅知道他把那个赫人那个杀了，因为他不敢动他，就是对以色列。可是这个约甲是不是？约押怎么样呢？还杀了另外两个元帅，为了他保持当以色列元帅的那个位置，因为他把另外两个杀掉了，你知道？他杀了他们，就是对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以帖的儿子亚玛撒所行的，他杀了他们，在和平的时候流他们的血，像作战时一样，把战争的血染在他腰间所带的，所束的带子和脚上所穿的鞋子上，所以呢，你要凭你的智慧而行。怎么样？不要让他白发到老，平平安安的下到阴间。看到没有？守神的律法哦，这个家伙要干掉。你要这样看圣经很好，这个你要看圣经，不要去看太快啊，慢下来。奇怪，不是要守圣经怎么样的？哦，这个家伙干掉，为什么？因为我没法干他，你得把他干掉。我的仇敌你得解决。OK， 这个家伙干掉，他抓着我的小辫子，他没有你的，没关系。对不对？你把它弄掉，在下面，而且是凭你的智慧行 ，OK， 意思不知道什么 ，OK， 但是你要恩待 ，OK， 这是基利人的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撒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对不对？然后呢，与你在一起的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巴哈念去的那一天，他用仇毒的咒语咒骂我，对不对？他后来他到下到了约旦河来迎接我的时候，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
对，我那时候被赶走的时候，被我的你的哥哥亚瑟龙他造反嘛，我逃出去的时候，这个家伙在外面咒骂我，怀在心里。现在我回来的时候呢，他欢迎了我，那我不好意思，我就发誓跟他发誓说 ，OK， 我不杀你，我不杀你，OK， 儿子上来了，对不对？你看这大卫这个仇没有放好，没有放仇啊，他咒诅他几句话，他就记在心里，记到年纪大快要死了。这个家伙得干掉。Okay. 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个聪明人，你必知道怎么样带他，使他白发苍苍，流血下到阴间。OK， 哇 ，OK， 然后呢，下面是大卫与他列祖重睡，葬在大卫城，就到下去了。这个故事，你看，你要开始抓住这个圣经里头的对这个王位和属神的这个两个这个位置，一个国王，他是要把神的这人民带向神，可是他又需要有政治手段，对不对？这两个位置对在一起不容易，不容易凑在一起。大卫把他凑在一起，他又要他儿子守神的律法，又要他报仇，对不对？你开始看到这个故事，我们这里对王位是一个比较有矛盾的一个态度。你还是故意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说对不起，怎么那么奇怪啊，对不对？而是大卫没有忘，没有忘仇，没有把他的任何的那个，人家伤掉的地方他没有忘掉，他要报仇。好，这是就刚开始我们说开始所罗门当王的启发点，他就像大他爸爸这样教他的。那他呢，一开始就是除掉一些猥亵的人物。他等于说神，他的最大的智慧，还有那些人要要挟他的那些人呢，威胁他的人呢，都被他除掉了，然后呢，所罗门就经验到初期的成功了，3:1-15，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开始看到这个大卫王朝的开始的巅峰，开始往上走，往上走，你说这个所罗门这个王这蛮不错的。应该是刚开始的蛮不错。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但是他仍然在秀坛上宰杀什么秋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有一次王到基遍去献祭，因为那里有极大的秋坛，所罗门在那祭坛上献了1000燔祭。一番祭全烧掉了，1000牛这样烧下去了。OK， 这是国王做献祭就有办法，有这种才能，对不对？那天晚上在基遍，耶和华在梦中向所罗门显身说：“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以诚实、公义和正直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你就以极大的慈爱待他，你又为他存留着极大的慈爱，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正如今天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现在你使你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还年轻，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处事。仆人住在你拣选人民中，这些人子民很多，多的不能算数，数算。所以求你赐给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能辨判辨是非，因为谁能判断你这众多的子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些事，就蒙主的喜悦。神对他说：“因为你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不为自己求财富，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单单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我就照着你所求的而行，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财富尊荣，以致你一生的年日在列王中没有一人能像你。如果你遵行了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我就必延长你的寿数。所罗门醒来，原来是一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上燔祭，又献上平安祭，也为他的众仆臣摆设宴席。这个故事的开头，我们要看，你说这个，我们要开始看到说大卫与所罗门的看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卫起来是怎么样起来的？你们记不记得他的故事？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牧羊人，然后一出名的怎么出名呢？他会打仗，他把那个一个那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巨人杀死，对，他是一个战士。所罗门不是战士，所罗门是斯文的，智慧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学者，他要求智慧，神就给他智慧。你说这个王位从战争开始，从军事开始转向成智慧性的这个方向。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来应用来显出所罗门的智慧。这个我想大家如果你看过圣经，谈到所罗门，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我们是游览旧约出名的经文，我们都要看一看哈。有一天，有两个妓女在的妇人来见王，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妇人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她与我在同房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生了孩子以后的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住在一起，除了我们两个人的房子里以外，再没有别人与我们一起在这房子。夜间，这妇人睡觉的时候呢，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却在半夜呢，趁着婢女睡着的时候呢，起来从我身旁把儿子抱去，放到她怀里，又把她的死的儿子放在我的怀里。我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要给我儿子吃奶的时候，发现他死了。那天早晨我在详细查看，看见他并不是我所生的儿子。那个妇人说：不，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还是你的。但这个妇人说：不，死的儿子是你的，活的儿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呢彼此争辩。王说：这个妇人说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还是你的。那个妇人却说：不，死的儿子是你的，活的儿子是我的。王就吩咐：给我拿一把刀来。人就把刀带到王面前。王说：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那活孩子的那母亲因为爱子心切，就对王说：我主啊，把那个活孩子给他，千万不可杀死他。另外一个妇人却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开吧。王回答说：把这活儿子交给那个妇人，千万不可杀死他，因为这个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判断这件案件，就都敬畏他，因为他看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判案。有没有问题？这故事很清楚哈，这是一个蛮有名的故事，两个妓女，两个娃娃，到底谁是谁的？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对不对？然后王说话说活的，这样拿刀切成一半，看他们的反应，对不对？这个妓，我就说如果他没有人说话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到底杀不杀我不知道。可是没有碰到那个地方，这个王的计，他这个技巧，他这个做到他达到他的那个后果，对不对？真的母亲说不要杀他，绝对不要杀。对不对？那另外的母亲说：“哎，没关系，我儿子已经死了，再死一个没关系，对不对？”这种情况，他达到他的那个后果。这种故事显出所罗门的智慧，可是这是一个故事而已，后面会讲出更大的情况。那情况在这里，所罗门统治列国。你只给一个例子而已，说这是一个小故事，可你不了解所罗门这个。你如果你的王是一个军事的王，那旁边人听从你为什么？旁边的国小国听从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你。所罗门治理旁边的国家，遵从所罗门，小国遵从所罗门，不是因为他们怕以色列，而是他们对这个是王敬畏。你开始看哈。所罗门统治列国，从大河就是那个Euphrates， 就是那个 Tigris， 就是那个幼发洛华拉底河，就在那个 Mesopotamia 那边，一直沿到巴比那个区域，他的国度从那个地方一直到埃及的边界，算是一个帝国了。所罗门立了一个帝国，没有打仗，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天的食物，我们不谈食吃多少了啊。他不让我记下他记下干嘛？我让我们知道他吃了多少东西。因为第二十四节，因为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从提佛撒直到加沙的全境和大河西边的列王，所以他的四境都平安无事，没有打仗。大卫是个好王，因为他打仗赢了。所罗门是个更好的王，因为他不用打仗。对不对？不用打仗。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大和以色列从丹到别是巴，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40000匹军，我们可以跳过去哈。他现在谈的是所罗门他的治理的方法。他把国家分组，他有不同的治理，他是行政方面的智慧。29节，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赫什人的三个儿子。西曼、雅各很达达，你们有听过这些人？那是那时代的有名的那些智慧家、智慧人。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他说了箴言3000句，他的诗歌有1050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到生长的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行的动物和鱼类。万族之中和他地上列王之中，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都有人来听从听所罗门的智慧。你们了解这个故事？想想看，这是一个，比如说你要了解这个，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有名人。你如果像说我们说，你说我们现在有名的是谁？通常是唱歌的，对不对？美国现在世界上有名的是踢足球的，或者是打篮球的，或者是唱歌的。都是表演的人，我们是真是要出名的那种人。所罗门的聪明，他出名是他聪明，他的智慧，他可以谈树、谈动物，他是科学全了解，又会治理政治，又是文学方面的，他会行政方面，他全懂。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其他那些国家旁边那些国家向他进贡，对不对？他们被以色列的这个王所吸引。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啊？摩西跟耶和华他们签约的时候，记不记得要说什么？给你这些律法，让大家看到你这个国家，说哇，神跟他们同在，对不对？你们开始看到没有？这个一个神的人民是应该是吸引别人的，不是打败别人的。他们别人看到这些人说哇，我想参与，那么好，那么棒，而不是说他们。跟我们征战把我们打败了，不是这种行动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教会我们好像说我们的做法是跟人家辩论，让他们口服了。可是真正的教是心服，是看到教会，看到人民中间的爱，中间的智慧，中间的行政方面的智慧，然后说我不想参与，怎么好的地方。你看这个所罗门所达到的，我们说这是在以色列国度中间影响控制影响力最大的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以后就是往下掉下去了。 OK， 这是最高的，这是巅峰的，这个政治性的巅峰。然后我们谈到那个宗教性的巅峰也在这个时候，极大的智慧，神给的智慧，神给的这个能力，让这个国家和谐平安，然后外交方面都顺利。吸引人，靠智慧。有没有问题？对不起。我现在把这个放在他的前面，我需要讨论一下他这个形状。这个形状不是偶然的哈。我们刚开始已经给你看过了，这是1章到11章它的结构。你刚刚如果一开始看了一眼哈，你就说啊，这个东西不是像我们想法，我们写故事是顺序的。OK， 有犹太人他们写故事有结构性的，非常注重结构。因此你看到先知选王，所罗门除掉威胁他的人物。神立起威胁他的人物，所罗门初期的成功，所罗门国度的失败，所罗门为人民用智慧，神明为自己用智慧，准备圣殿，献圣殿被神警告，建造圣殿，完成圣殿。那中间呢，所罗门建其他的建筑，这个形态我们叫做交叉式。
英文叫 chiasm， 我先请，这是中文叫交叉式，是同学，那个是这样，交叉式，差不多，看起来像就好了。OK， 那这个字其实为什么叫交叉式呢？这个字英文这个字叫 chiasm， 是从这个开出来的，开是希腊文的一个字母。OK， 开始希腊文的字母，你们学数学科学的都知道希腊文从 alpha beta 开始，对不对？开始是后面的一个，这是开，对，这是开，希腊文的开，我们看着像个 x 一样，这是开，变成在英文变成 ch， 对不对？这是开，你们看到的形状，这样子来的。OK， 这个形状就从这个字出来，这个开呀，跟这个字。用这个形状来形容一个文学结构。Okay， 文学结构呢，意思是说开始进去，然后会退出来，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叠在一起。Okay， 这是对上的，这个是对上的，这样一个这样对上去。Okay， 这个故事伸进去，退出来，然后每中间的每一个元素呢，都可以相对的。了解开了什么？这是叫做交叉式。那交叉式的故事呢？它的如果你一看到开始交叉式，你要找什么地方呢？找它的那个我们就是叫做受轴 pivot， 那种怎么翻的？他说的中轴就是 pivot， 那个你说那个门叫关开门关门有那个 pivot 一个转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个转的地方，在这里神学重要点在这个地方。OK， 你说这个有什么东西？我不太了解，这个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刚开始看到神给他出，就是那个大卫给他告诉他故事，然后除掉他人物，然后出奇的成功给他用他的智慧，对不对？然后整个国王的巅峰在这个地方，那我说是政治巅峰。那么开始呢，整个国大卫王朝的宗教巅峰开始，他要建圣殿，对不对？上我们两个星期前谈到说大卫想建圣殿，神说你要替我建圣殿，我替你建。你替我建房子，我替你建朝代，因此我让你的儿子当王以后，我才让他建造这个房子，对不对？开始，那你会他这你会花很多细节，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很多很多建造，不同建造这个建造那个，让你说好像让我们读者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一个幻想性的进入这个圣殿。我们看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出现。第一号。这个开始建造圣殿，完成建造圣殿，这里是建造它的大纲，这边是布，就是decorate， 就是那个布装饰这个圣殿。对，中间多加了十二节，很奇怪，放那里放那里干嘛的？中间加了十二节，我没有把十二节全放进去，因为它形容它怎么样建造一些别的东西。可是呢，你读一看，看一下这个节冠点在这个地方。37、38和7章第1节，就在这个地方。好，所罗门在位第四年四佛西佛月，奠定了耶和华的基殿的根基，刚开始根基做好了，是第四年。在第十一年，希勒月就是八月，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的宫殿呢，花了13年，很奇怪，他就把它放在这个中间呢。一谈好几章谈圣殿怎么建造的，中间塞了12节，形容他花了13年建造他自己的宫殿，有不同的房子。为什么这样写法？对不对？说哎，为什么这样写法？很奇怪，对。你说你哎，等一下哈，你说你看这个故事，现在这个地方是巅峰的地方呢？突然间，这不是巅峰，而是巅峰的它的底下的那个我们说是一个缝，一个 fissure， 一个 crack， 裂缝开始显出来了。所罗门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对自己的荣耀更重视，他
他说我王的位那么大，我替神造的圣殿，可是我的比那个更大一点，更好一点，对不对？把自己抬得比神高，这个破落已经开始出现了，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你咋把它放在中间？那你说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它要退出来，是越来从这以后就往下垮了。那为什么会垮？这里让你显出来了。那我们下面有一段经文，一开等于说这个蛮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所罗门完成了圣殿那段经文，他开始呢向神做这个做一个很他做一个很大的事，大事。大的那个漂亮的东西，你要看啊，那是所罗门把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相、首领，是不是？以色列的族长都召集在以色列路上自己面前，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就是他就是我们跳过去哈，第三节，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了，祭司们都把约柜抬起来，祭司和利未人把以色列的约柜。会幕和会幕里的一切圣器都运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他们在那里的以色列全体会众都一同在约柜前献牧羊为祭，数目多得不可胜数，无法计算，一直在那边烧啊烧啊烧啊，这样一直在那边烧。哎，这个王有钱啊，你可以烧几千烧几万没有关系，还有啊，对不对？这个王有钱，我感觉这做的是大事。你要看，你要记住，这种是在我们在上千上万面前做的这种大的那种敬，不是这种讲法的，这种是一个庆典，大庆典，是我们是个大镜头的，你知道，你这个做起来是上万人在那看，大家都知道的，全国性的，对不对？你再不会有一次，这是历史来一次的，只做一次的，对不对？因为你献这个圣殿嘛，刚做好。要做出来了，要表示出来。然后呢，这时候神也来了。第十节，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呢，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因为云彩的缘故，祭司不能站立服侍，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你说使他们做起来了，神的反应跟摩西的时候一样，有云彩降下来，他们进都进不去了。哇，这神的反应了，对不对？然后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所罗门就呢，带在前面呢，双手举，伸开双手在那边祷告，对不对？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那么所罗门站在那边，所有人面前，声音很大声，大家全听得见，很漂亮的、这个，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在那边讲一些东西呢。他第二十七节，神真的住在地上吗？看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容纳你，何况我建造这殿呢？他认知道这神不住在这里， OK， 这是不住在这里的。你面前然而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却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做的呼吁和祷告。愿你的眼睛昼夜看顾这殿，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留在这里的那个地方。求愿你确听你仆人向这地方所发的祷告。你仆人和你子民以色列向这地方祷告的时候，求你确定他们的垂听，对不对？垂听他们的恳求，求你在天上居所垂听而赦免。从三十一节开始就有好多例子，如果人怎么样犯罪向这个殿祷告，你就求你听，求你这样子。等于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殿是一个人找神的地方，而且神愿意听的地方。Okay， 如果有人得罪他的邻居，被迫起誓，他来到这殿的时候，你的祭坛前起誓的时候呢，求你在天上垂听，采取行动，审判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是他所行的，都归他自己头上；定义人有理，照着他的公义赏赐他。这是个人员的故事，之后他会谈到不同的情况。这个店是一个，好像是你要现在是 website 神的 website， 你就去那边就可以打倒神，跟神。他说我知道你不住在这里，可是这个店是一个能够通灵的地方。这是所罗门的观点，他要求这个了，这个了解。OK， 个人不行，我跳过好几节哈。
如果他们被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仇敌的地方一心一意回转归向你，又向着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向你所拣选的这城和我为你名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和恳求，为他们主持公道，赦免得罪了你的子民。了解意思吗？人与人在中间来这殿，如果他们被抓到外国了，他们在那个地方转向你，向这个殿祷告，方向祷告，求你回应，看到没有？这个殿是一个很灵的一个地方。这是说是所罗门他的观点是这个圣殿是永永远远的，然后呢，神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呢回应他们神的祈求，对不对？为什么呢？五十一节，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从铁炉中领出来的。愿你睁开眼睛，看顾你仆人的祈求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祈求，他们向你呼求的，愿你都垂听。主耶和华，因为你已经把他们从地上万族万民中分别出来，做自己的产业，正如你领我们的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所罗门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屈膝下跪，向天伸开双手。你们知道这个，他很形容这个做法，在多少面前跪下来，这样双手这样做就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向耶和华祭完了这一切祷告和恳求以后，就起来站着，大声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我们他继续是祝福的话啊。而六十二节，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这里开始给你算数目了，牛22,000头，羊120,000只，哇 ，OK， 他们总共这样弄了7天，看第65节，到了第8天，王遣散了众人。众人都祝福过王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回自己的家去了，因为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儿子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心里都感到欢喜。这个故事你读起来，一个很大的表演，多少动物杀掉了，然后所罗门在前面在台上做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祷告，大家走得都很高兴，差一句话，差什么？神高不高兴？没有提神的反应，神出现了，对不对？神好像是他有他的位置，神该出现他就出现了，云彩下来了。OK， 神做到他的那一部分，可是他真正的想法，他要跟所罗门说。OK， 你说我们看这，你要看，我们看的是外表，然后呢，神 OK，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的，做球，然后之后呢，我要跟所罗门说话。看看他怎么说法，看他们两边所罗门所说的与神所说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第九章马上结束的时候呢，圣树出现了。所罗门建造了耶和华的殿，王宫和所罗门可想建造的一切以后，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耶和华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做的祷告和恳求，我都已经听见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分别为圣，分开了。这个殿是跟其他世界的地方不一样，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说祷告的我都给了。至于你，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那样，存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和章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统治以色列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你的子孙总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你们或是你的子孙，若是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敬拜他们，怎么样呢？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这地上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这殿，我也必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这殿必成为废墟。经过的人都必惊讶取笑说，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地和这殿这样做呢？人要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之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的神，敬拜他们，侍奉他们，因此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你们看出来所罗门跟神的看法哪个地方不太一样的？对，你们注意到所罗门说的是啊，我们有人民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来到这个殿，他们如果受这个，他们做错来到这个殿，你要求你赦免他，他谈很多很多人民的事情。这地方谈什么呢？王位的问题。你们注意到他这里谈的，他不谈人民的，他谈的是你，他谈的是你还是你的子孙，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缩小了，神知道以色列人是坏的。我们这个故事从埃及开始，人民反叛，一直到士师记，最后呢我们需要王，对不对？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不谈以色列的人民，他谈的什么呢？你的子孙，对不对？你的这些大卫王的子孙，如果不开始不跟从我的时候呢，我就怎么样呢？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怎么样呢？你以为这个殿是永久的，你不管什么地方朝着这个殿祷告，我就会垂听。我最后把这个殿毁掉，不管。这个殿我可以毁的，这个殿我不怕的。我弄掉没关系，你弄得那么漂亮，你做那么大的show，我以后把它完完全全毁掉。看，因为这个殿，你这个东西是一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人与神关系破掉了，那个殿没有用，对不对？做得再漂亮没有用，是假的。因此神跟他讲清楚，我把这个殿要毁掉，你做的那么漂亮，要把它毁掉。后面的故事，对不起，我听下来有没有问题？是的。那在这里，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对，是不是神看到你所罗门所做的？其实所罗门所做的是在荣耀他自己。什么？我说所罗门通过建立圣殿呢，对，他自己得到荣耀。是他是他在人民前面得的不错，对，对，他的王位也受到巩固，百姓更支持他，更尊重他，对对对。可是这神没有埋怨他这样子，对，而且他出现了，对不对？他出现了，你在那做那么漂亮的表演，我神也照该出来就出来了，对不对？做了表演出来以后，跟他讲说，你刚刚祷告的我都听到了，而且我要给你，可是他知道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对，就如果人民要是坏掉的话，啊，这王怎么能够好？你问的很好啊，对不对？因此，王首先他要像所罗门现在所做的，他要极力做的，对，他要荣耀自己，要保守自己的王位，对，他要在一些事情上一定要能够像英文讲 compromise。对，因此政治手段与宗教的争诚的对不是很不容易的揉在一起，大卫的问题，所罗门的问题，对。对，这就是我的问题，所以神是看到的，给他警告，但是我想所罗门也很难能够把人带回来。是的，可是你想想看，现在怎么样？他建造这个圣殿，至少以色列人他们会去圣殿来献祭，他们开始在那边有祭司，是学律法的。他们会得到教导。你说，如果你把这个教会弄得很漂亮，大家都愿意来的话，那至少会有人来，他们会听到一些改变的一些神可以有这些改变。如果教会没有人去，大家就全去别的地方拜的话，去拜别的宗教的话，就完全垮掉了。因此现在呢，有一些领，等于说以色列人有领袖，有一个爱神的王大卫，还有另外一个所罗门，他们知道说我们政治上，提拔。拜耶和华跟我们政治方面的那个利益是连在一起的，大家越拜耶和华，大家越支持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圣殿在耶路撒冷。OK， 我们两个星期以后，我们看下面一个北国的那个王，他就出来的问题出来这个地方。他们南北一分别了以后呢，北国的王说：“糟糕，大家全要去耶路撒冷拜耶和华，
那我不是没我我我就我你说我没办法了。我们国家的宗教中心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头，那我的政治方面怎么我站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的意思说，对，这国王还有机会能够把百姓带回来？你说有机会，他是有作为。你说你看到列王纪、沙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的牧师呢，他们不注重人民了，他们注重王，因为他们说，因为这个王只有这个王能够挽回人民，因为人民。我们已经知道是失败的，他们怎么没有人领，他们就会走错方向，对不对？有几个王还不错的，他们还可以跟他们走一点，对，可是这些王自己有什么说是 compromise， 也是等于说是出了问题了，卡在那里，是的，那位，我这个问题其实差不多，我就说那个所罗门在那个做祷告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人民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他向着圣殿祷告，你要听。对。然后这边这个神在警告他，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听我，你这个国就会毁掉。对。对。好像都是对立的，是不是说他们都预见到就肯定会发生？可是差在什么地方？所罗门认为那个殿还在，你们被掳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向这个殿祷告。他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他没有想到殿这个殿会不见，他把这个殿当成一个好像一个魔术性的一个东西，我每次向他祷告就有灵。这是我们对这个殿的观点。神说你不了解，这个殿是反映出我跟大卫王这朝的约的代表。如果你们不忠诚的话，这约就是我就把这个殿毁掉，不需要，因为它是反映里头的事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约不需这个殿是浪费的。所罗门还有神，他们心里都知道这个事情发展。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所罗门他只是说，如果有些人打仗被掳去，他没有认为以色列会亡国，对不对？以色列他所罗门没有提到亡国，神给他提亡国，他给他提到说这个殿要毁掉，对，所罗门没有会认为是这个殿要毁掉，他的祷告中间没有提这个，是是。想问一下，他既然把这个殿看得那么重要，即使是掳了他国，也要。向着这个方向祷告的话，对，那就说他我的子孙后代，包括我的人民，都一直要侍奉你。为什么那个神说你如果侍奉别的神，那怎么？他这个按照道理，他按照这个说法，他就是一直侍奉他，没有说要，没有表达他要其他人将来侍奉别的神。对，你说这个所罗门说话的时候，他认为我们会继续下去，他鼓励人民，我们王国继续，我们拜这个，我们建花那么多钱。建一个圣殿给耶和华，当然期望是未来一代又一代都是什么，都是拜这个神的，对不对？要不你花这么多钱干嘛？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国家的神，对不对？是国家神。那神的警告呢，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国家好像都是倾向耶和华，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这是一个不能确定的事情。神的看法是你们的方向以后会出错 ，OK， 出错以后呢？你以为有这个圣殿可以把你捞回来？不对的，这个圣殿会毁掉的。哎、okay ，等于说所罗门是把希望这个圣殿变成一个，我们是一个 anchor， 一个anchor 怎么翻的？锚下去是船的那个锚，等于说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与神的关系定住了。不会毁掉，不会摇动，就是你上出了问题可以依靠它。所以说你搞错了，这个圣殿不是一个锚，它不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巅峰，它是放在上面的。你把基础打掉了，这个会垮掉的。你说所罗门把圣殿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不太一样，对，这边有问题啊。我的问题就是我读完这一段以后，我有点感觉好像这个所罗门在树立一个偶像，建偶像。有点是哈，对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原来的这个神还帮忙，对，这还是到时候他出场，他出场，对，到时出场逢场，对，对呀、啊，原来的时候这个谁啊，这个神蛮不错，蛮不错的。造金牛犊的时候，他把人给惩罚了，对，这个殿的时候他没惩罚他，是照他的名字造的，而且属他的命令造的。可你读起来看起来好像有点是个这个大场面做的太那个。对不对？然后呢，神的没有提神的反应，然后神的反应呢怎么样呢？他说我听到了，可你小心，给他这警告，你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你警告我不会，
怜悯把这个保持这个房子，我会把它毁掉。你记住他。金牛犊的时候，也不是说这是耶和华嘛？那不，那不是他，不是照着他的意思照的，这个是照他意思照的， okay. 对不对？这是照，可是照起来已经，你说这个怎么说？这个 conflict paradox 这个矛盾，这个跟从神又为自己这个东西含在里头不容易，对不对？很麻烦的。刚刚我们应该刚刚那十二那地中间那一段已经看到了嘛？这个建筑，他的其他建筑已经含在那里头了。大卫给那个所罗门的那些命令，对不对？遵守耶和华，杀掉我的仇敌。这个当王的政治宗教的这个责任，他们是对有点是弄不在一起的。这些裂缝会越来越大，裂缝越来越大。OK， 这边有问题，我刚看到你。是的。我有一个题外话问题，就是那个伊斯兰教，他们都向麦加朝圣，然后对同一个概念，对他们就说这个那个地是特别是圣地，因此你祷告向那个方向祷告，同一个概念，是的，是一个同一个概念。有些地方在世上，他们就说就他们的所罗门的观点是。我把这个你的房子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变成特殊地方，因此全世界上这个方向祷告就好了。神说那不是特殊地方，如果你不守，我就把它毁掉了，没有什么特殊，对不对？神把这个想把这个概念拿掉，所罗门有这个概念。Okay. 那这个故事的结尾呢，开始看以色列的所罗门的出错的地方。十一章，最后一章了。所罗门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这什么说像爸爸像儿子，对不对？这个大卫王出问题，他们这个家族的有一个弱点，栽到女人手上。女人手上是重点。他爸爸呢，就是这已经那么多了，这少一个别是吧？多一个好了，八十八。这个所罗门呢？不要只要一个，你看要多少个？他宠爱了许多外族女人，就是摩押女人、亚门女人、以东女人、西顿女人和赫人女子等等。关于这些国家的人呢，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个宗教歧视。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没关系，有些国家的女子不能娶。因为他们的宗教会很有诱惑，很有诱惑力的，啊，可是呢，所罗门深深的爱了这些女子，所罗门有非700都是公主，有偏300，他的非偏使他的心偏离了神。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的非偏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米勒公。为什么可憎呢？因为米勒公是献孩子的，他们是献活人活祭杀人的这种祭啊。你继续看去啊，在第七节，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丘坛，他在耶路撒冷另外一边，这边建个圣殿，那边建别的宗教的殿，建上去了，对不对？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为这事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可是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既然做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一个臣子。然而，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我要把从你儿子手中把国夺去，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家夺去。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拣选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所罗门死以后，他的儿子没有他爸爸的智慧，说话不够灵。北国的十个支派就独立脱离南方，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国家，以后就再也没有所罗门这段时候的荣耀和能力，因为他们国家分裂了。然后北国一直是败坏的，南国呢是大卫王的子孙一直传下去，
故事的结尾我们以后会看到，可是两个国家都被毁掉，国王的堕落。因此在所罗门命中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件，是之后才看到的。那我们要看到12章13章才开始看这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圣经里头的诱惑通常不是什么复杂的，这是最基本的，吃喝性，就是一些容易钱，就是最基本的诱惑。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他躲不了。问题在哪里呢？你把责任权柄交给一个人，让他去来管，他出错了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人停，没有人能把他阻挡他，没有办法停他，对不对？他就这样做出来。我们等于说这个整个这个计划有一个基本的矛盾。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让大家看到这些人，他们说：“嘿，我们想加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这个国家如果里头的人没有办法保持像神的性格，没有办法保持对神忠心，好，我们靠一个领袖来带他们。这个领袖出错怎么办？这个领袖能不出错吗？他如果有那么大的责任，那么大的权柄，怎么样保持他不出错？”就是整个这个系统里头，以后我们要看到说，整个这个系统到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民的改变，也需要一个领袖的改变。Okay? 这个对我们教会，我们现在的新约的这个人神的人民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教导。Okay? 我们绝对不能依靠另外一个人来支持我们的信仰。你不能说我们靠牧师，靠长老，靠别人。我们的灵性是靠着别人的，不行。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神。这是以色列的故事。现在以色列的故事面是这样子，所有的压力在王身上，对不对？又有政治权柄，又是宗教权柄，全是靠他的。他走错，整个国家走错，他做不到，对不对？因此，每一个人需要独立的跟神有关系才行。这是我们新约的已经开始学到这个重要的功课，对不对？这是第一的。第二，但我们中间的领袖不要给他们这么大的压力。你们这么的期待说他不能出错，他一切都在他身上，这不是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活的，都有责任，都有意向。这焦点开始看出来了，不能靠一些个人，需要靠整个人的转变。这些方向我们继续看下去会看得更清楚，尤其看到先知的书籍，他们开始会批评这些王，他们会批评整个这个方向。他们说，原来这个约里头有一些基本的弱点，需要修改，需要有新的约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这个做法，没有问题吧？是的。这个大里面有个小问题，是的。这个所罗门的失败是从他开始。拜别的神开始，但他之前他把那个他的父亲大卫把那几个仇敌给除掉，约押什么的，对，那个不算是违背神，等于说那个，等于说这个，我想的不能算是违背神了，而是说是一种，等于说是一个我们看灵性看政治的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会这种我们说这种那个 tension， 这种什么的，张力。有点矛盾性的冲突，不能把它完全你没有办法做的完全漂白的，对不对？你需要有点手段，对，你当王你需要有手段。神好像对那个方面没有太大的批评，是可以包容，你就这样子没办法，这是现实，对不对？你要当王你要是有现实，可是你显出来了，这作者把它显出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冲突。然后呢，你看到后面的它的建筑的方面，你开始看到所罗门对自己的欲望，把它看重于给神荣耀。那个时候已经那个问题已经开始显出来了，那个祷告更显出所罗门对这个圣殿的观点，他对圣殿有错误，可能等于说他对自己和这圣殿的观点有错误呢。最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完完全全出大出错。这个整就是神可以包容很多很多错误。有一个他不包容，你去拜别的神，
对不对？这个我们给比喻过，旧约里头规矩很多，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神包容了很多，原谅了很多。大卫外遇杀人，神没有把他杀掉，原谅了他。你说这种大罪，我们说这个是杀人，这种事情怎么死好几个？这种是大错，神包容，他不包容的呢？你把约毁掉，你拜别的神去了，把整个这个原来这个命令，你看，如果原来整个这个国家的任务什么，跟从神的人民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性格，大家看到说好，这是应该参与的，因此神的国在地上复兴起来。如果这个基本的这个任务把它否定掉，我不拜这个神，拜别的神去了，那你原来以色列人招出来的原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有立国的意思都丢掉了？以色列不拜耶和华，以色列就没有需要存在的缘故，不需要存在。因此我们刚刚不是说所罗门别的地方没有错，而是这个地方是 OK， 没办法。因为 你如果以色列做得很棒，可是中间呢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神别的国别的神，那人家怎么看出来这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国家？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这样一行来的话，所罗门他的任务已经丢掉。很好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对，是的。我再提点啊，这个感受。OK。对，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他属灵上有点就感觉到很安静，因为有了圣殿。有圣殿了，对。保证了。保证了，对。然后开始属灵的懒惰。对。我想后来夏娃。这个开始享受他的王的拥有的东西，对，什么财富，什么美女等等，开始的下滑，是，他都开始享受那些方面。你说我生病的一生命的那个目的达到了，对，建了这个圣殿，那我不需要那么专心了。为什么？因为全靠在圣殿上头。这个房子代表神与我们中间的关系，神把他名字放在上头，因此永远不会毁掉，那就没事了。OK， 到了差不多600年，就是差不多400年后，耶路撒冷那边他们大喊 ，This is the house， 这是神殿，这是圣殿，这是圣殿。他们喊什么呢？永远不会打败。他们认为这个圣殿会保障耶路撒冷，永远不会灭国。其他地方会包围起来，其他城市会打垮，耶路撒冷打不垮。为什么？那边圣殿在这里。那就是把圣殿当作一个偶像了，不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保障，好像一个不是 talisman， 是一个魔术性的保障。打不过，砰打不过，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魔术性。他们一直说他们人会就这种方向，你把这个造起来给那么好的东西，他们拿起来变成一个有了这个，那我自己不需要那么忠心了。可神说你搞错了，对，你忠心才有这个圣殿，你不忠心圣殿就毁掉了，对，是的。我想有三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去杀了约雅？杀掉了，都杀了，他都干了。第二个是说，他杀了这几万的牲畜，因为是说神不能杀人，但是杀牲畜他是什么态度？第三个是耶路撒冷，是不是现在的大家常认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殿？就是耶路撒冷。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回答好，对不对？第二个问题，他们杀动物血是一种代表性的，它代表说，它动物的死代表我们的死。因此我们杀掉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更新了，了解吧？这整个动物性的是一个代表性，我把我的罪放在他身上，他死掉了，他是这个，他是我是罪人死去，那我继续活下去，我是一个新生命的人。那我又犯罪，那再杀一个动物再死一次，这是旧约的刑罚。他们犯罪杀动物，发罪杀动物献给神，不是说神需要吃东西，而是说是一个代表我心里的悔改，我有罪，这个动物死去了是代替我的死，这种概念。觉得这样做法是好的。神认为这样做法是好的，因为他让你有一个办法认出你的罪来。比如说我犯罪了，我怎么样表达我在神面前的，这个就悔改，内疚与悔改，我错了，认罪，然后说我要重更新。那我借用这个杀这个动物来表达我自己的这个行动，我这个悔改，你说神给人一个办法来解决罪，
问得很好，我对不起，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怎么样呢？在新约里呢，耶稣一次完完全全达到，因此我们以罪很悔改，不需要杀动物，因为耶稣的死与复活代替了一切的动物，超于那一切。对，因此我们以后不需要杀动物，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跟耶稣死在一起，然后他代。可是耶稣与动物的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杀动物，动物死了，它代表我们的死，可是它不能代表我们的新生命，对不对？因此我们没有新生命，我们生命是以前是一样的。因此再犯罪再杀动物，再犯罪再杀动物，耶稣不一样。我们跟他敬礼的时候，敬礼的时候就是代表这个，跟他一起死的时候呢，我们的罪跟他一起死了，可是他复活了，我们跟他认同他的死，跟他认同连在一起，因此我们活的新生命是他的新生命。因此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以前你不能活在动物，那个动物死掉他没有新生命，因为他不能转变你，献祭不能改变你，可是一个活的祭物，你跟他参与的时候呢，他的新生命在你身上。那如果再犯错的话，耶稣还不能代表你，还代表原来的继续改变，一直，是的，我们人一直在犯错，这是一个很比较大一点的问题，要悔改。对，我们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等下再谈。可是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犯罪的，可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得到赦免，而且呢转变。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因为我们跟神耶稣在一起，因此我们的从罪中得到释放。不是说不犯罪，可是我们的。对神的方向的不一样。所罗门怎么样呢？开始拜别的神去了，对不对？圣灵在我们中间保护我们，继续拜，继续追求跟神跟天父的关系，继续追求遵从耶稣。第三个问题我忘掉了，对不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哦，对，同一个耶路撒冷，现在的这个圣殿原来就是圣殿被毁掉了。他们那个伊斯兰教在那边是造了另外一个教堂，他们的堂叫 Dome of the Rock， 是一个高高的，是一个伊斯兰教。因此现在，中东争论就是争在这个地方，他们炒这块地，因为两个宗教都认为这是圣地。可是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说，那个地没有什么圣，对，这没好没有不是圣，对不对？没什么意思，对，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可是他们把那个地看成圣地。因此要吵，要争论。好，谢谢大家。我们祷告好了。天上父神，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智慧，你在人身上愿意赐给的恩赐，我们也看到他的失败，他的傻的地方，他又那么智慧的人，可是他做的错的地方，我们也求智慧，不见得是要建立控制大国的智慧，而是能够在我们家庭上、我们工作上、学校上，能够爱护旁边的人，哪个地方我们有影响力的地方，有智慧、有爱、有公正，让我们好做出来，在教会中间，我们服侍对方，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